在大学校园里永远有一群耀眼的人，张扬地燃烧青春，像一场热烈的恒星爆发。日子很平凡，耀眼的是少年干净的侧脸和高举的手，是少女立起的足尖，是琴键上流淌而出的音符，也是秀场后台的熙熙攘攘，是拥抱，也是呼喊，快点，是放声大笑，也是一场痛哭。低头思索，抬头仰望，我们想要一个答案，答案也已呼之欲出。青春轮回了四季，你是否遇到了那个闪亮的自己？我们无法挽留校园剩下的美好，只能用像素记录下这一切让人满足的点滴。广播站将征集经各位同学在大学校园中闪闪发光的故事，欢迎大家来搞分享。这里是动感地带广播站，我们正在寻找最闪亮的你们。